莲塘香园围口岸正式开通。十多年前筹建莲塘香园围口岸时候，我们还没有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。现在有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，莲塘香园围口岸就更具意义，更进一步完善粤港澳一小时生活圈的理想的布局，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极为有利的基建基础。1980年8月，深圳经济特区宣布成立，让这个紧邻罗湖口岸的偏僻小农村。成立特区以前嘛，我们一个月都有几十块钱。成立特区以后呢，我们第一年80年我们就成了万元户。80年没有路，到处都是农田，很有车，很小那个打的的没有的，有些走路，有些骑单车，单车的很小的。我们刚才在这个福田口岸，那么坐大概1、2，我觉得真的这个大湾区是非常吸引我的，因为我觉得是一个新的机遇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在亚洲或者是全世界，没有一个比大湾区更适合创业的地方。无论是科技，无论是网络，无论是基金，无论是政策，全部东西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挺配合的一个状态。即任何的深工合作咧，好多时都会喺前海开始嘅。咁所以香港角色就係作為我哋嘅主要嘅合作單位啦。咁而家嚟講咧，已經有7357間嘅香港企業咧喺前海同埋前海蛇口呢個自貿片區裏面註冊咗啦。咁 total 咧其實註冊資本咧去到8618.75億人民幣嘅。同埋我哋屋企啦，各樣嘅即係個金都仍然喺香港。即係一小時生活圈咧，其實對於一啲嘅香港人，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啦。喺呢個一小時生活圈，令到大家咧覺得日頭可能佢出門口去到內地工作，晚上翻返去香港，亦都係一個咧好好嘅選擇咯。